第一部分是展示武器装备，这次我们将在往届航展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空地装备展示的数量和飞行展示科目。一是在静态展示方面，将区分制空作战与空中打击、无人与反无人作战、战略投送与空投空降、预警探测与防空反导这四个板块，成体系展现空军实力。很多装备也都是首次亮相。二是在飞行展示方面，空军近年来发展的新型战机会公开露面，直观展现远程战略投送和空中打击能力。那我们会把大家一直想看的、现阶段可以给大家看的装备都拿出来，与社会各界分享中国空军发展的成果。此外，陆军、海军等兄弟部队也会派出装备参展。